台湾，台湾，台湾。好，刚起来。等一下啊、哦，HDMI 又不会动。把这个。啊，我细汉时阵讲来伊嘛是就认得嘛，那就上了小学之后，学了多分的时候就不行了，是很惨的一件事情。OK， 好嘞，就是第二阶段，今天感谢非常多朋友的填坑，然后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就稍微 demo 一下下。但是要先讲跟立台湾部完全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叫做 join.gov.tw 的，那今天其实他们的就是年金数的两位朋友有来，然后我们要讨论这个村长诟病已久的为什么把 PeopleBook 用 iPhone 牵在网页中间，那所以他们现在会用我们写的那个 PeopleBook Reader 直接牵进去了，然后也跟 Mr. LRC 之前就是有讨论那个正式承诺追踪网怎么样传递的监督，但我必须要帮他们说一句话，就是他们解决一个立台湾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立台湾只是给能上网发表意见的人讨论，那不能上网发表意见的人其实是被排除在外的。那我们讨论是虚拟世界最没有问题，跟他们讨论是更多的，就他们一个专人服务电话，你只要打过去，留下你的简讯或留下你的那个就是手机电话，然后有人回应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拨或者是传简讯给你，那是解决禁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讲完别人回来讲自己，那很高兴那个 CT 方帮我们画的，就是刚刚一开始早上就讲嘛，从提案方，然后七天之内一定要回复，那就是推荐建设性人员到工作组。那有工作组之后的图，我们今天也画出来了，就是第一阶段留言里面，在聚会前一天把留言这个锁起来，然后班主带会诊。那这个是嘉华建议的，就是说从一开始在线上参与的人，就是实体在带审议的人。然后带完之后呢，第一次聚会变成规格书，规格书之后确认，然后修正意见，然后再进草案。那草案当然会有一个给问的系统，这个之后再说。另外有个朋友从线上参与说，他觉得这个网站其实只是一个窗口。他说是，如果说是虚拟平台的话，他就要杀人了。所以那个奥特曼可能这个因为避免喋血事件发生，帮忙想了非常非常多，就是虚拟公听会呢、咨询系统呢、线上咨询会还是网络审议团呢？现在在上面如火如荼，有各种名字，欢迎大家。提名字，然后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蔡云来提的时候，只有可以不去开发社公司嘛，但我们很快要上远距劳动、电传、健康照护跟开放资料消费者保护跟个人资料利用趋势别化了，所以那句话就不够用了。然后威远帮忙找的图跟找文案，然后 LY 呢找到一个很厉害的 NPM 模组叫 Memos， 可以把学者提出来的这些草案的，我们只要给他一个 Word 的 template， 他们填完之后，他会自动转 Markdown， 自动转 GitHub， 自动 GitHub 自动转 JSON，JSON 自动转 Bullet.io。这个完全是前端一条龙的把它转完。然后那冰丽今天也做完了他上次就是提的自己画的坑，然后自己把它填完了。你现在在 Discourse 里面只要装了冰丽的 OneBox， 你随便贴一个 PPT 八卦或真黑或什么版的，它右边就会马上它跑出一个 OneBox Preview 来，这个资料全部上线。同样的贴一个 Facebook 的公开的 photo 或什么东西，它也会直接出现。所以就是那个网易界的传送门打开了，不知道会跑出什么东西来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就是说那个科法所的这个龚荣静今天跟我就是实际把剩下的那六本全部都编辑过，然后全部上线。所以像这个是国发会提的说不收费有原则，收费有例外，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是不是一到三星免费，其他收费你觉得都不合理？如果不合理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三月一号会开始讨论。但事实上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再过一个礼拜就会开始讨论，你只要到 top.b.tw 就可以留言，只是 b.tw 还没有而已，因为过年的时候进度条不会跑这样子。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偷偷讨论的事情是在那个就是去识别化，像欧盟是说你要完全变成没有办法识别，然后连 foreign key 都不能有，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做到这么开权这样子。然后呢，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先上去讨论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平衡。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我自己也很 care 的，就是说现在线上学分只能有二分之一嘛，那以后是不是能够变成全部都是线上 Coursera， 然后就算是大学毕业了呢？之类之类，反正这些东西都很欢迎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到 top.b.tw 的那个技术上还没有开张的论坛上面先去讨论，然后我们三月一号再进入第一阶段把那个 progress bar 重设这样子。好，谢谢，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应该结束了，除非刚刚有人偷听，没有了吧？